你好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这就是频道 Celebrity News Today 247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本文共861字，阅读约需要四分钟。张哲瀚因为山河令火，成了新的顶流。5月8日00:00，张哲瀚的全新数字单环绕开售。5月8日，与张哲瀚新单曲有关的热搜就三个。张哲瀚新单曲上线8小时，销售额600多万。张哲瀚新单曲环绕上线之前就被很多双眼睛盯着，首是自己家粉丝很期待，其次是龚俊的粉丝很眼，最后是其他顶流的粉丝想看热闹。5月8日，张哲瀚为新单曲上线霸占了三条热搜中排名高的是张哲瀚新歌销量。张哲瀚的新歌上线一小卖出了180多万张，总销售额500多万。据悉，张哲瀚的新曲3元一张，截止5月8日早上8:00，张哲瀚新歌上线8小时售额600多万，与上线一小时的500多万相比增长不多，销量似乎达到了上限。张哲瀚新单曲销售额不如一博，被炒假顶流。前面说到其他家顶流粉丝等看热闹，想看一看这一位新晋顶流到底顶不顶。其实王一博的粉丝5月6日晚，王一博的粉丝称张瀚买赞买到了自己头上，两家粉丝掐架还闹上热搜。很多网友表示这次张哲瀚新歌上线可能对标王一博。张哲瀚的单曲截止至8日早上8:00卖了200多万张，王一博的《我的世界》首则卖了1400万张，是话太大。张哲瀚新单曲上线一小时和八小时销售额话不超过50万，后期估计基本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仅比较前两个小时的销售额，张哲瀚也还是不王一博。王一博的《我的世界》首则一分钟就卖了200万，一多小时950万张，两个多小时1000多万张，销售额3000万。如此比后，张哲瀚确实对标王一博失败。同样作为顶流，哲瀚的战绩和王一博差得太多，张哲瀚粉丝不行啊，这也好意思吹顶流。张哲瀚这点销量假顶吧。张哲瀚的新单曲销售量和销售额确实不如一博。王一博是爱豆出身，张哲瀚是演员出身，可是张哲瀚不适合做歌手吧。